快给他上来呀、啊！不用送啊，今天很呛是吧？忘什么忘？忘。今天又是风光明媚的一天，打呵欠，看着手表超高，今天是情人节，而且还中午了，居然完全忘记这件事，希望女友不要太期待。嘿，宝宝，你终于起床了，我们来一起吃午餐吧。好啊，你准备了什么午餐？我来去准备午餐。吃什么午餐？你不是在……我跟你讲，第三句，日常怎么应对女友？第三个女友会生气，但是我们就直接选下去。哎、选下去应该不会结束吧？你不会像奇异果一样那么可怕吧？我们不能让她准备，我要说我来去准备午餐吧，一切都交给我吧，拜托，高情商的人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怎么看到外面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要做什么料理好呢？啊，我们要先问他要吃什么啊，可是他一定会回答随便啊。我去问问看好了，要先询问。我是猪，欠揍。我们看他这个脸，嗯，他绝对不会吃辣的。炸虾虾好了，我们就吃炸虾虾。灵魂日式咖喱，天哪，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！赶紧上菜让他吓他一跳。日式炸虾虾咖喱饭，噔，上菜！哎呦，你的厨艺进步了哦，看起来真好吃。搅拌后再吃，不搅拌哦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可怕的题目啊？哎，咖喱，你们会搅拌还是不搅拌啊？我是不会搅拌啊，那我们就不要搅拌好了。完了，那就直接吃了，怎么了吗？邪教，别邪教，味道没有高低起伏。哎，搅拌才好吃啊！搅拌才那有味道。嗯，好，我们不合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有没有分手的选项？我觉得我们不合了。没有做噩梦了。看着窗外的天气，现在太阳了，除非现在下雪，不然我死都不会就早上吃。那带你去看雪，走，我们要去看雪，是走这里是吧？啊，那个羊妹妹是可以看的吗？算了，我们不用看。羊妹妹应该是什么重要的线索吧？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哎，怎么有宝宝木马？请问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那么着急。呜，我的泰迪不见了。今天大家出来散步啊，他突然跌到，被河水冲走了。如果路上我有找泰迪，再跟你说啊。泰迪熊不在我家吗？我记得我家有一只啊，我家那只可以送给他吗？哎，怎么过去啊？那我先把泰迪还给他、啊。你的泰迪被我女友拐走了，这个吧，这只啊。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哦，真的可以拿哎、欸，去还给他吧。送你泰迪，哇，是泰迪，真是感谢你好心人。等等，你怎么可以把我的泰迪送别人？但是现在把泰迪，我还在排很久才买到的，你居然轻易就送给别人，你是不是想分手？哦，你惹女朋友生气了，看来你对爱情非常的叛逆哦。有没有考虑加入我们叛逆家族？喂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可以打广告？你看我女友生气了，快走！这只萤火虫送你吧。看我女友生气了。OK， 好，我们走吧。接下来呢？那个看起来就是阿歪老娘的背影，答对了。你又要干嘛了？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钓今天的晚餐啊，真是钓不了一点，干我屁事！哎、欸，今天不能骂脏话。哎、欸，没有存档点，让他钓鱼吧。好、啊，帮你啦，帮你啦，好不好？我来帮助你一起钓鱼吧。真的吗？太感谢你了，妈妈帮我。我可以问他如何钓鱼吗？站在我隔壁的钓竿旁边，按下什么粉红色按钮？这只萤火虫送你吧。钓鱼中，有动静，所以要按吗？这怎么做的、啊？你的逻辑真的很顶哎、欸！有了草虾，我猜我应该可以钓到什么巨骨蛇鱼吧？哎、欸，它要上来了，这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怎么上不来了？木马钓了一只草虾，钓二十分钟。这个木马就是逊啊！啊，有了鲑鱼，没有那么衰啦，我觉得。等一下就三只都钓到了。哎、欸，这是那么久吗 ？One hour later。啊，有了，它感觉快上来了。有了，啊、蹦蹦河豚是什么东西啦？鱼骨头，好，我们还差一只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很快就可以钓到了，我们不可以像木马一样，连个草虾都钓不到。哎、欸，鱼跑了，哎、欸，有了，他来了，我觉得他来了，哦，有了，看来今天晚餐有着落了。我的蝴蝶送你一程，等等我，我也要一起搭蝴蝶。你没有上来啊？哎、欸，他上不来哎、欸，我们是要让他上来啊？你要怎么上来啊？你跳得上来吗？有了，来吧。哎、欸，你又给我下去！你这个人，分手吧，我觉得我们不合。哦，就给我抱，不会叛逆女友哦。好朋友，给我好好待着哦，一定要我凶就对了哈。我可是很凶的，没有啦，我爱你。那接下来是什么？
走这个吧。哇，你直接过来耶！我抱我上去。好了，抱你呀，上去呀、啊。那、啊、你怎么穿过去了？哦，这个女友真的很叛逆耶。不行，我们要忍住。哦，有了，你有中啊！今天很呛是吧？上去啊！啊，完了，所以不能卡着是吗？走线线是吗？完了，我要卡到这个地方，没关系，好像推得动它，它好像变轻了。有了，不客气，你好重。不客气，这有两条路哎，要不要先去左边看看呢？你说的算好不好？感觉少了些什么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国家来的兵我来当。Hello， 请问你在干嘛？这里是我盖的打靶训练机，献给即将要去当兵的人。想要成为一名好兵，就要精准的射击技巧和敏捷的反应能力。按下按钮，站在远端，瞄准爱心射击，达到15分就能赢走我的心。不对，是我隔壁的一箱东西。一箱里面什么？一箱喜悦。就一句话，我要先按是吗？然后上去。剩下一半时间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四，是最后一个，有了。十五过了吗？哦，不错，直接过。不愧是我的宝宝，拜托，未来一年我要打靶呢，先练习一下 ，OK 的。箱子的奖金是我的，情人节拿去送给你的爱人吧，谢谢大好人。打靶训练，为什么不是打这只啊？通常不是要这样打吗？这样子 ，OK， 好。哦，一克拉钻戒了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有了。然后接下来走这边。好像蛮简单的，还行啊。没事，当我没说。有存档，前面有一个山洞。哇，我女友会游泳哎，超猛的。哦，有了。且慢，请继续往前，很危险。前方山洞王都住着一个可怕的熊，你也不想当熊的晚上对吧？话说你是谁啊？我本来是冰雪员，什么东西？因为跑去灵车赶跑年兽。导致魔力都耗尽了。有一名侦探说要去当兵，所以我目前正代替他的工作。怎么知道有熊？地点在小河旁，山上前面又有鱼骨头。哦，你好聪明啊，不愧是宇宙呢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比较好？击退他？没问题，我哪有最会跟熊打架？谁卡哦？好的。所以我们要干嘛？刚刚做了个梦，要走哪来着？然后嘞，我们要往哪走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在哪里见过你？这是鲑鱼，你负责拿着勾引它。这有一些火箭筒等等，尽量放在你拿得到的地方。反正这只熊路人可能需要时间，总之你要靠近山洞吸引熊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等一下，你很可怕吗？好，你真的有点可怕。等一下，它会喷水柱哎。我要怎么打它？它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哇，这只也太猛了吧！它的 PP 很刺窗，这一可以从手底下绕到背后比较简单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打五次，交给我吧。喷水柱了，这有没有轰炸？这只太难打了吧！拿火箭筒。哇，宇宙侦探，那你也是躲得很远呢。有了，没了，感谢你们，祝你们旅途愉快，走吧，继续来到蛋仔山顶，有云朵可以搭。那个红色是什么、那是香菇吗？那是香菇。击倒我爸了，小熊。你爸有点凶哎。菇在哪啊？那火灵的袋子。这个菇有什么用？没关系，我拿一下好了。然后接下来是什么？走直线。我也要搭云朵。好了，你上来。我们钓鱼跑酷跟熊搏斗，不知不觉已经黄昏了。我们还没有去看到雪，走来看雪吧。哦，是雪耶！蛋仔山顶居然下雪了，终于我也好久没看到雪了。欢迎光临蛋仔山顶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服务？我想要一份情人节蛋糕。好的，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圣诞夜情，你们很幸运，刚好难得一件情人节流星雨啊！哪里有流星雨？情人节蛋糕，看窗外的流星，边吃情人节蛋糕，真是太棒了。真的非常美好的一天，在这里收尾很不错，祝你情人节快乐啊！太爱你了，宝宝。这是我今天从艺人那里迎来的钻戒，情人节快乐！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，送给你。天哪，一克拉的钻戒，你真的要送我？谢谢你，你真是一个好男友呢。旺，我才不要当舔狗。旺什么旺？旺啊，流星雨哎，哦，真漂亮。那、这姑姑可以干嘛？接下来嘞，找雪人就结束了是吗？恭喜过关，情人节快乐，情商分数满分10分。我8分应该还算不错吧？不是，不能踩一下哦。这个东西就给他扣分，是怎样啊？这是怎样啊？过关。